近百年来，亚洲是一个很不幸的地方。连续的战争摧毁了古代的文明，并阻挠了现代的进步。因为亚洲存在着军事及政治的野心家。1930年代的日本军阀既是其中之一。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占中国东北的心脏沈阳，成立满洲帝国。 1933年，日军进攻华北的大门古北口喜峰口；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卢沟桥；同年8月13日，以海陆空联合作战进攻中国的华中要都上海市。经作战3个月之后，占领上海，并进攻首都南京。我们的800壮士影片。 既是叙述当时日军进攻上海的一部分真实战况，我88军524团第1营官兵500人，由团长谢晋元中校率领掩护国军之撤退，并陷入3面之包围，激战4昼1夜，由四行仓库通过苏州河进入英租界，这一段英勇战斗的故事。 既是本片800壮士。
15号艦はすでに予定地に到着。爆撃15機は目下待機中終わり。 松沪协定的约束，上海市区以及近郊不得进驻有国军部队。日本利用这个协定动员了陆海空军，已经开始向上海进攻。本人率领保安总队和警察总队誓死抵抗。援助京沪铁路沿线的国军部队已经由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附近推进。现在，我介绍88师的参谋处长。 张波、亭先生和大家见面。于师长，各位，88师的师长孙元良将军，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到达真如车站。预计下午4点钟，本师在八字桥附近和日军做第一次的接触。同时，在虹口的日租界里面，已经渗透了有600名游击部队。 预备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和突击陆战队司令部，其中某几位负责人已经在63花园附近潜伏了有3个月之久。里边请。好。是什么时候来的？ 家里好不好？哎哎，老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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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这是突击队第二大队长刘洪生少校，他的弟弟刘洪仁少尉。站好！别凶凶凶，特日本人最坏了，不要脸！快站住！干什么？滚开！滚开！妈，小姑，对不起，对不起啊！谁马赛？从这里可以监视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整个活动。目前我们判断，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约3200人，各舰输送登陆第一梯次人数约3700人，大小口径野战炮约120余门。日本陆战队在杨树浦宫大沙场及沪西中山路丰田沙场一带布置的扇形重机枪阵地约有80余处，整个把虹口区封锁起来，所以这些地区都是日军的势力范围。你的资料很确实，我们预备8月17日清晨5时以600人突击陆战司令部，由刘洪生负责。好，同时以小火轮装满炸药在惠山码头撞回指挥旗舰出云号，由金舰负责。好，当突击行动开始之后，我们需要小部队在两侧采包围路线，消灭日军80个重机枪阵地。部队一定准时到达，配合攻击。领导人要仔细一点。我派炮兵营王杰和工兵营蔡仁杰两位一道来。8月17日的行动，我们称之为铁拳计划。好，师部已经到达观音堂了，我回去报告师长。
判断很正确。赶快找王杰整理队伍，一半军装，一半民装，让日本人分不清前后方。17号实施铁拳计划。是，你去找杜月笙先生，在17号之前，把谢晋元的家眷送回广东。别让老婆孩子一道赔上。是。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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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身上没有货，我姓王，替杜先生送一封信来，老家了。失敬得很，原先我带内人和孩子来，是为了掩护我的工作。假如今天跟你走，我怕会引起日本便衣队的注意。我想，今天还是不让他们走。明天早上3点钟，麻烦你再来一趟，把他们接出去。便衣队不放人，我们就跟他们开火。也好，明儿早上我再来。那对不起。应该的。蔡仁杰、王杰，立刻出发，明天早上5点钟到达63花园，向谢晋元报道。总司令来电话，要我们守闸北。524团在八字桥打得很硬，我过去看看。嗯，我陪你去。好。王师长，请您放心，日本兵已经开始撤退了。师弟，我们一定死守八字桥。我是524团团副上官志彪。哦，我来看黄永台中校。他就在那边。哦。哎呦！哎，陈斌，三脚抬过来。好，就是这位。谢谢。团长，团长。唐慧丽，哎，麻烦你把纱布拿来。没有嘞。哦。好，一会儿我们到英国军营里去要。好的。团长，师部有紧急任务，要我们明天早上5点钟参加铁拳计划，建议民装敢死队进攻63花园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弟兄们怎么样？哦，你放心好了，弟兄们虽然2天没有睡，可是精神好，斗志旺。哦，好，好。杨慧敏，你爹来了。啊，我爹。哎，哎，女儿挺好的，心的。哎，哎，爹。哎呀，慧敏啊，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打听到你在这儿。哎，哎，你这怎么了？从军了？从军，人家还用不着我呢。我是童子军，你看。啊，干�嘛？30块钱一个月啊？不是，是代表智、仁、勇。哎呀，一个女孩子家什么勇啊勇的，快跟我回镇江去，我告诉你，你娘的眼睛啊都哭肿了。不成，不成啊，我还得去要纱布。哎，谭慧丽。哎，把她抬到里面去。哦，慧敏。哎，慧敏，慧敏，慧敏。
报告旅长，请问第一线是否可以撤离阵地？我不走，谁敢走？快来！同志们，来！同志们！谢谢老总，去你的。喂，同胞们，我们庆祝大日本皇军部队登陆成功，大家喝一杯，我请客。来来来，队长，日本便衣要来喝酒，刘洪生要跟他们干架，叫他上来。是，记住五点钟之前日本人坐庄，五点钟之后咱们坐庄。是。礁山还有两块地，够活的了。爹、娘、四个孩子，都靠你了。这两三个月，红口又是虎口，没下着。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你比我行，遇上事我熬得短，你熬得长。抗战就需要你这种人。敬礼一定要有礼貌，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看你们这些个小刺佬。打住，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们到惠山码头。部队就要到了，您留这儿等部队吧。老弟，出云号是他们的脑袋，脑袋一坏了，身体自然就动不了。这一趟可要看你的喽。我炸不了他，他就炸了我。希望有块骨头落在你的屋顶上。
王兄，辛苦辛苦。队长，王杰已经准时到达位置，所有的部队都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第二批在半个小时之内一定会赶到的。好，我们准时行动。小兰，你大了，要明白事情。路上不许瞎闹。嗯。王叔叔送你们回广东，告诉爷爷奶奶，你爹没有给他们丢人。嗯，爹，爹，我不要走，我要跟你一块卖包子馒头。傻小子。小虎，把这面国旗带回我们老家去，想你爹的时候就看看这面旗子。嗯。我们走了。哭什么？真没出息。王先生，能送到广东蕉岭是他们的福气，送不到别勉强，生死由天，你就回上海办你的事。我除了磕头以外没有半个院子，尽力而为。老婆回家。胡说，她不是广东小吃店的老板娘吗？快点！
做尊敬。连连长，我告诉你，敌心深厚。王杰，静安，蔡仁杰到了没有？在后面。好，我们就在这里等到天亮。嗯，好。目标正前方，王姐，哎，跟我打正面。蔡仁杰，打右侧面。刘洪仁，刘洪生，打左侧面。进去之后，在司令官办公室集合。明白吗？报告，敌の輸撃隊は手に入ってきました。貴重な以上お願いします。終わり。敵遊撃隊が攻撃してきたの。車両をきれいに全部処理せよ。はい。Take your time, people. Quit pushing.
计划的构想和部署可以说是奇袭战的范例，所牺牲的同志无论是在军事上在心理上都给我们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你们不必因为这项计划的局部失败而感觉自救，甚至要求处分。相反的，我要求各位积极的、彻底的提出参谋作业，并且要负责完成任务。现在本师奉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协同友军36师、87师、教导总队、保安队、警察总队一同来固守这条闸北的战线。日本人宣布要以3天的时间拿下上海，我倒要他们试试，是他们的拳打得硬，还是我们的脚站得稳。机缘哟，262旅参谋主任调缺，你去。这我不要说了，敢给我看。是。你怎么不把大妈带过来？我找不到她，那你把她留在那叫的敌人怎么办嘛？等等，大家不要急着，你快过来啊！跟我成，请让开一下，什么菜？快去拿饭，快去拿饭了，妈，我们去拿饭吧。啊，来哦，爹，来哦。在哪里？后面，后面。爸爸乖啊，我们要饭没饭吃，要水没水喝，家毁了，房子也烧了，人也炸死了。中央政府也给我们送钱来，我们没有钱，我们一辈子落难。中央政府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老百姓啊！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吃不好，你回虹口去。宝贝，我们洗澡啊！小心一点啊！还小啊！宝宝好乖啊！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来。等我。Stop！ 不要急，慢慢来。慧敏。爹。我接到你的信啊，才知道你到了尼姑庵。快跟我回去啊！爹，没地方去啊。哎呀，上海乱，镇江没乱，快给我回镇江去啊。日本人占领上海，镇江一样乱，我们没地方去，只有跟着中央军拼命了。您要是不回去，我就捆你回去。爹，哎，慧敏，你简直是疯了，快给我回去。回去了，说的是嘛，女孩子家走啊，抛头露面，张牙舞爪，像什么嘛？快回家做大小姐吧！走，胡闹啊！慧敏，你走吧。慧敏，跟我回去！不要拉我，老伯。上海的童子军参加抗日，全国的童子军都参加抗日。我们不要想，不吃粮，不怕苦，不怕死。我们认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绝不是在胡闹啊！对，他说的对。你为什么打他？啊？你有这样的女儿，你还不满足吗？
杨惠民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模范。做起事来，他总是跑在最前面；吃起饭来，他总是躲在后面。胆子大，力气也大。你要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杨惠民绝对能够替你报得了仇的。我呢，先发大面包厂是我们家的。十三号那天，我爹娘被日本飞机炸得肚肠子都流出来了，这是我爹娘的血衣，我发誓要替他们报仇。可是我没有用，样样都抵不起，身体不行，脑子不行，我爹娘应该从棺材里爬起来狠狠打我一个巴掌。老伯伯，我看见你打杨惠民，我心里好难过。这儿有条棍子，你把我们都打死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能活，我们不能活。你不打死我们，我们一样愿意杀他苏州河啊。谢谢你。惠民，我车上有20包大米，你们抬下来吃吧。20包大米，您都赔上。快请，快请，好。我赔得起20包大白米，我可赔不起你这么一个女儿。爹。在闸北挺了3个月，日本人称你们是闸北可恨之师。他们也明白中国人不简单，现在整个部队要去南京参加保卫战，上面决定让你留一个营在闸北打游击，一方面掩护部队撤退，一方面制造情况，提高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注意。你的意思怎么样？我留524团第一营。好，不过让他们想清楚，不一定活着走。跟我来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想清楚了。我是262旅参谋主任谢景元，日军已经撤退了。是的，是的，师部要我们转南京。主任，您看谁过来了？靖元，爸爸，靖元，好危险，差点就过不来了。小虎，怕不怕？不怕。王医生说你们跑散了，怕你们出事情。我们一直留在上海没有走。这2-3个月在哪儿？跟着童子军在难民营里，昨天才打听到你在这儿，我们就赶快过来了。为什么不回广东呢？你在这儿，我走不了。走了几趟，他多少还是痛苦的。快走吧，家里还有2个孩子，2个老人，上海交给地下工作队了，我们去守南京，下午就走。主任，师部来电话，请你马上去一趟。哦，我知道了。爸爸，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不要你走嘛。王仁，主任，把他们两个送出去。您放心，我把大嫂送到路口。
我走东走西，全凭师父的命令。这辈子照顾不了你，就算你跟错了人，你要认账，就回广东去种田放棉花。你要不认账，就找个合适的人嫁了，我绝不怪你。我就是挨了炮弹，也闭得上眼睛，你明白吗？要驾一阵风，回来看看你的爹娘，看看我，看看你那四个可怜的孩子。上官指标，杨瑞福，处理。是。进。里面。我有任务交给你们，你们有决心没有？有。我要你们留在闸北地区打游击，继续以战斗行动表示中国军队抗战到底的决心。是。里面请。进来。你有什么意见？我以为上海有34万的日军部队，我们一个营维持不了几天，不如选择一个固守的目标，集中兵力等待日军进攻，我们以最后一个人的力量争取国际联盟调查团认清真相的时间。你认为这四行仓库的形势怎么样？很理想。嗯，仓库里有黄豆，有牛皮，有棉花，有弹药，还有电话，如果可以用，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部队开进来。是。警员，有。指标，有。瑞福，有。希望你们的名字和四行仓库一样，不会被后人忘记。是。今回の上海における考古派遣軍の作戦は3日の予定が3ヶ月にのみ終わら、部隊の1万5000名が34万に追加した。これら一切の失敗は本人松井岩根の着任によって勝利に肯定し、中国軍隊は必ず
上海から撤退すると指示る。しかもザーペイには再び憎むべき中国軍勢が存在しない。ネガクは今回の国際連盟停戦上会委員会において皆様から我が皇軍が世界の平和と正義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ことを認めてもらいたいのである。各位辛苦，现在四个连都进来了，一共是423个人。从现在起，我们这423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一条心，生死一条命。请注意我的命令，第一连向前推出100公尺，做第一线防御，不许敌人接近本部大楼。第二连防御楼下，打穿墙根，凿成枪眼，射击接近墙边之敌人。第三连防御第二楼、第三楼，修筑工事，各就射击位置。机枪连根据地形地物配置火力网，封锁本部大楼周围的交通要道。参谋长在发租界伟达饭店和我们遥遥相望，可以直接通电话接受命令。请团副检查仓库中的存粮和用水情形，每天一餐黄豆，一餐面粉，半壶饮水。为了防止作战时敌人利用电线放火，事先切断电源，夜间用棉花球点火射击。我的位置白天在天台观察所，晚上在第一线站好，有事请跟我联络。我们的前面是苏州河和英租界，敌军在仓库的后方接两侧，进攻的人数可能有5000至3万，也可以反过来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大家能撑就撑，不能撑，一颗手榴弹，天堂地府，后会有期。前方に見えるのが思考倉庫と蘇州は、目下に至るまで一人の中国兵も見当たりません。全部逃げ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早く一緒に捜査しよう。はい。
ここに兵隊がおります。何一層が。では今回の作戦方法は、報告。矢田部隊はただいま紀州川辺の志向倉庫に多数の中国軍隊が残っているのを発見しました。はい。蘇州川辺にはまだ敵があるという。歩兵部隊を集合しよう。はい。现在，日军第一队在北西藏路工委右侧面，400余人；第二队在300码残破明屋一带，工我正面，700余人；第三队在交通银行大楼，200余人。各位请注意，日军随时会发动冲锋，接近本部大楼。Number 41, Girl Scout.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o go across the bridge and take care of our soldiers. Oh, no. You'd better leave soon. There might be Japanese snipers. Sir, is your child a Boy Scout? Sure he is.Baden Powell, the founder of the Boy Scouts, was also an Englishman. Just for the sake that your boy is of the same circle as I am, please help me pass the bridge. What is that? Oh.
团第一营，你们为什么不撤退啊？死守四行仓库。哎，还可以。지금이어느정도 How many people do you have in there? 他说什么？他问你仓库里有多少人？哎，수근이지금이어느정도有800个人。800 brave men. 하구대하구헤이你们里面缺什么东西？缺水，缺手电筒。各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啊，什么事？我们的国军还没有走，一部分留在四行仓库跟日本人打仗。我们有希望了，大家有权利支持他们。会长，你就是会长。王会长，我们是来跟你要东西，2000罐蒸馏水，800支手电筒，还有这么多。你们有钱没有啊？钱？我们有钱，我们有钱，有钱还有手看，你看，你看，我们有钱。这都是我们募捐来的。我想，你们也是为了救难民，这些东西还是我捐出来的。既然你肯捐，你就多捐一点。我们还要500箱饼干。300瓶血浆，300床毯子，还有……哎呀，这样我都愿意做难民。会长，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这些东西啊，都是要送到四行仓库的，那里有800名国军等着用呢。嗯，真的？嗯，当然是真的。好，我捐，我捐。谢谢会长。这好几卡车东西。你们怎么送进去啊？我们还没有想出办法。哎，找找杜先生吧。我去找杜月笙先生，他手底下有人，托他们送进去。太好了，谢谢。真热呀。Stop! Stop! Huh? Please let me and my friends by, will you? And open up the barricades, let the vehicles across the bridge. Sir, may I inspect your trucks? Well, if you're hungry, there are 300 cases of food and 200 bottles of water as well back there. Well, I don't think I'm that hungry. If we have any trouble, I will spend 3 hours in your office tomorrow, complaining and crying. Well, I don't know. Well, don't worry, girls, but hurry. You have less than 30 minutes. If the Japanese discover this position, they will shell it with mortar fire, and your pretty little faces will be still forever. Thank you. I will stand the class.30分钟时间，只有30分钟时间，
只有30分钟时间，跟上，跟上，快！ Now, men, be alert. Keep your eyes and ears open. Don't let the Japanese capture these brave people. Just think, because of these brave Boy Scouts and Girl Scouts, the whol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Great Britain will be completely and drastically changed. Quite right. Right, sir.这个水呀、啊，比我娘的奶还香。给我一二年的，快快快，我拿上了。给我一支，给我一支。给三班上一个，快来了，手电筒来了，快，手电筒快点。来，第二班一个，第六班，第三班的，来，快快快，快走。Here it comes. The Imperial Army wants to occupy Shanghai for 3 days, and if you can get that little warehouse, you won't even need 3 days. Can the general explain this? Does the general feel that there are some warriors in the warehouse who would actually dare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How many soldiers can the general mobilize to attack the warehouse? And has the general considered the danger in bombarding the gas company? General? General! General, if the lead committee so specifies, will the general be asking for the Chinese flag to fly from the warehouse? If the Japanese attack the warehouse and win or lose, will that be considered a test for the Japanese army? General, what will you say? General. Say! Hey! Hey! 来带救你总为我お願いします。苏州河上下游都有日军的炮艇，企图封锁乐色桥，情况比昨天严重，你有什么要求？报告，没有要求，守到最后一个人，一颗子弹。
奋勇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只有你才能够通过英军防线，你又精于游泳，换一个人更没有把握。如果把这面国旗送到四行仓库升了起来，不但对仓库里的士气和上海市的民心大有帮助，就是对国联调查团及各国记者都可以说明。 日落齐不落，天长国运长。孩子，交给你了。河里有炮艇，我从500码之外游过去，日本人不会注意的。上了岸，我就往仓库里跑。 是我回不来，你们都是我爹娘的干女儿，啊！慧敏，慧敏，慧敏，当心，嫁人的时候不要忘了请我爹娘喝杯喜酒，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别忘了我爹娘。
报告团长，杨慧敏来了。团长好。 团长，国旗，谢谢你。国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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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你们童子军真了不起啊！童子军，童子军，现在我们欢送杨慧敏回去。不，我不回去了，我留在这里替大家做点事，救伤、烧饭、搬子弹，我都行。这里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落炮弹。大家有没有殉情的带回去？不会写的，赶紧找你们排长写一封。好，找我写。给我写，给我写，帮我写，帮我写，帮我写。快回去吧，
走。再见。再见。再见啊！走。再见。快跑！快跑！快跑！跑！
会长啊，不是啊，大家商量的结果，这个电话还是请您来打，请吧。谢晋元，我是张伯廷，听得见吗？电话线断了好几次了，我听不清楚啊。现在有了新的情况，你要仔细听。是的，请团副来。是。各国领事馆和司令部为了租界地带的安全，一致向军事委员会请求停止战斗，所以副师长来了，他带来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一营即刻放弃四行仓库，退回新乐色桥英租界来，你明白了吗？我听不清楚啊。报告参谋长，苏正和上下都有炮兵，过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决定坚守仓库，战斗到底。金元怎么表示？但求撞死，不求偷生。醒醒！这位是杜先生。最近杜先生找到了谢太太，暂时住在他那儿。现在请谢太太跟晋元兄说几句话吧。好，好。参谋长，大嫂，你没离开上海。听说晋元进了四行仓库，我想走，也办不到。我要在这儿等一个结果。他就是死了，我总算在他的身边。本兵来的增援，正面多了五六百人。喂，我憋在屋子里难受啊，让我出去打嘛啊！你要忍耐。团长电话，哪一位？谁？你是围城？是啊，我跟杜先生来的。你好。你怎么还不走啊？听说部队也要走。我跟部队一道走。部队不是机器，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带部队就是带人心啊。现在这里的人心都像滚水烫过的，谁也没有把握叫他们走。你不出来是死路一条，出来是死里求生。晋元，你不想活，我明白你。这话别人不敢说，我敢，我是你那四个孩子的娘。今天晚上我跟孩子在桥畔等你，你过不过桥我绝不勉强你，不怨你，我这辈子没有白活，你那四个孩子也不怕撑不起腰来。晋元多少话也说不完，自己保重，金社。
不见，来生见。你们走吧。报告团长，怎么样？晚上两点钟开始撤退，除了武器弹药，其他什么都不要带。是，这条桥很难过去。你带几个人出去，先把鬼子探照灯打碎。是。伤亡还有多少？九个，都交给我。另外留三挺机枪，我来安排他们做掩护。你留在这里。嗯。团长，一起走吧。不。团长，我们一起走。你不要逼我。团长，你又能够守多久？在这里我是个人，出去我算是个什么？毕业到现在十年了，在龙游，在桐庐，在龙潭，在济南，一二八在上海，我打得很好。现在年纪大一点了，有了四个孩子，胆子也小了，脑袋也乱了。一个铁拳计划送走了多少朋友？市长看得起我，叫我进仓库，这是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好了，这会儿叫我跟部队偷偷摸摸的走，这算什么玩意？出去干什么？我还对得起谁？我没有信心，没有斗志，活着还有什么味道？抱着一根枪骗国家一口饭吃，黄埔是这样教我们的吗？晚上，大嫂在桥边等着你。兄弟，我到五二四团来，你处处听我的，没有给我一点麻烦。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个真汉子，我托你的事，你也不会赖着，找人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郊里去，别让他们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谢了，团长。你千万别说不走，要是让兄弟们知道了，一个也不会走的。我不说，你听着，静静神神的看他们走。我听着，你放心，我会挺得像块石头。由于各国使馆的请求以及八十八师师长的命令，五二四团的队伍开始由四行仓库经光福路，通过新拉色桥向英国租界撤退。1937年的大上海保卫战至此光荣结束。五二四团的战斗精神促使全中国的人民与军队奋起抗敌，终于到1945年赢得最后之胜利。
各位弟兄，从八月十三号忙到现在，你们已经打了三个月的硬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叫你们死守，你一个别想活；叫你们撤退，你一个别想死。从两点钟开始，按照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机枪连的顺序，快跑通过新乐色桥，参谋长在等着我们。我们出了门口，光复路、北西藏路、交通银行上面有日军的机枪，苏州河里有日军的炮艇，大家要不断的卧倒，不断的跃进，多跑过去一个人，多一支枪，国家就多一分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人人都跑过去，枪都带过去，到南京，到任何地方，为我们牺牲在上海的军民报血海的深仇，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还剩下387个人，九个负重伤的不走，掩护各位，其他每一个人到达桥头以后要大声的报数，好统计我们的伤亡。各位都明白了吧？明白。妈，我看不见。哦，我也看不见。到前面来就看见了。来，你们看见了没有啊？那个就是四行仓库。看见了。看见了。哦，冷不冷啊？不冷。小虎，你冷不冷啊？不冷。注意，快跑，通过，快，快，快！快，快点跑，快跑！
谁要是丢了枪，谁就是王八蛋。丢了枪的，你给我去跳河，我就没有你们这样的兄弟。你们给我快跑！是，快跑，快跑，快点跑！腿已经走不动了，你要不背我过去，我就跟你留在这儿一道等死。你混蛋，混蛋！谢老弟，谢老弟，死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日本人打南京，师长带我们去拼命。谢老弟。还要往前走，别哭，这就是抗战。三四二，好。三四三，好。三四四，好。三四五，好。
保团长，全团到达357名。喂，我是第几名？358。老子是358。我一路一。